回来路过老房子这儿来取快递，我的地址还没改过去，因为那边吧没有驿站，他只有是随便放在门口，完之后怕有的时候怕丢件找不着。8-5-6367，他家雇我是吧？好像是大件儿吧？大件，大件没事，能拿吗？能拿，不超过100斤都没事，100斤也能扛动。哎呀，这俩都是大件儿，都是大件儿，都是苏泊尔啊，这是免费的吗？样品不收钱吧？咋没有钱？走吧，你搬这俩，我搬这俩，不值。啊，不沉，搬走吧，就是箱子大，这玩意儿能沉哪儿去？不用，能蹦到是吧？我没敢开进来，开进来出不去这小道。苏泊尔给我们寄的样品，完了之后说让我们试用试用，看看咋样。香宗老爷手艺了。好，这车也没刷。哎，让你试用试用。挺好。啊，哎，挺好。挺好。那穷耐着去呗。嗯呐，那个是我买的手机壳啥的，这回就不能总来这边了。嗯，我这还有卡呢。我爸还有一个按摩的卡呢，今天别去按去了，爸，都快到7点了。按摩卡啥呀？你买货的会员卡。啊，会员卡呀。那回碰见一个姐姐买一个按摩卡呢，38块钱按3回。白酒，我爸兑白酒那啥。这里这嘎子还开一个卖奶茶的呢。从来没买过，转转小火锅。哎呀，咋的了？电梯坏了。那走吧。哎呀，刮上了。走吧，上去吧，爸。慢点啊。精神作用，就跟你坐那啥似的，坐火车似的，你总感觉对面的车那啥，车在走。欢迎光临。你准备啥菜呀，爸呀？买点辣椒，买点肉。哎呀，油焖尖椒啊。油焖尖椒带馅儿的，或者不带馅儿。那回有一回就是买三个大水萝卜嘛，全没吃，里头全糠了。来这块吧，这块行。那腰菜呢？你这不是？菜人家各管一摊。我爸总来都认识的几个姐姐，瘦了。哎呀，这好，谢谢姐，这好吧，快，重来，这个行是吧？行，都是石头的，都是好对象。哎呀，这多好，这个。这才是好辣椒呢，这买辣椒也有学问啊。嗯，那不是你分做啥菜呀、啊？他那个鲜皮你说咋的，他没多大气儿，没多大劲儿，喝的没啥感觉，是不是？是吧？刚进来的时候还天亮呢，这就天黑了。嗯，真快，10分钟啊。这个是我买的支架，这个给先搞一边啊。来个小剪子。你又买了支架啊？那你支架经常用的你得买。我拆快递就是大剪子。嗯，大剪子来得快。他知道咱家总吃肉，我给整个，整个绞肉的。绞肉机。嗯。绞肉机。俩脑袋。俩头的。那是刀片。大刀小刀，你可别嘎着我。这玩意可快。这玩意可快了。嘎着能行吗？那趁那使嘎着，那谁都能架住嘎。这拆箱是非常解压的吧？你这活你干正好。嗯。哎，是不是？哎，这活干这活还得干这活开心关键。这俩三架五船。这是啥？我的货，我愿意。
你这拿的啥呢？电线。啊。拎出来。这家整的挺严实。啊，人家这么多啊，你想拎都拎不出来。这回能拎出来了。啊啊，它这个前面是这样的。啊。没有咱家那个高，是不是？它这个矮，它这种是矮的。里边这个啥大？锅大，对，锅大。咱家那个是高，高，它这个是属于那种粗。这也是俩锅小，俩锅。都是俩锅，这俩锅是怎么回事？这玩意俩锅是一个，你像焖饭了或者是啥的啊，或者是说一个压肉了，不串味儿。啊，带使的。对，对，拆反了。拆反了吗？嗯。没拆反。那还能拆反吗？哎呀，也挺好啊。你啥都挺好吧？那当然的了，人家色都是一个色啊，这色的。对，这色就挺好。你看男士使的这色正好是吗？不是，哎，这使的我不能使。你可别瞎使。对，妥了，就正好那个不使了。这个是咱俩抓奖抓的，这件礼物。这个给他撤去吧。谢谢。掏出来！哎呀，那淘汰了。这颜值不一样啊！不一样，人家这都……让你抠抠看这里头是啥？嗯，抠。啊，这么的。不能抠那儿，抠那啥没有，这不这，这刷刷就能使了。老太太，你猜吧。你那么耍呗，你看你整嗖嗖的，我看你也整也能嗖嗖的。我能看你。我妈都不能嗖嗖的。啊。我妈能嗖嗖的都是不嗖嗖的。看啥？这是啊，这是空气炸锅。这是空气炸锅。嗯。都一个牌子的。嗯呢。哎哇。样品那肯定给你发一样的呀。都是一个色的。都是一家的。不可能说给你发好几家的。这个这样色还挺好看的。挺好。啊，这个比那黑的好看。挺好，搁这儿。接着往这搞。过。别说这个真的挺好看哈。这泡沫都给它扔了行吧？嗯。纸壳箱子留着卖钱。纸壳箱子还说了。纸壳箱子，那个苏泊尔那个品牌方给我们邮的样品，完了今天收到了。感谢了啊，感谢品牌方破费了，你这给我们，整的挺好。妈，你这个词儿不是万能的，不是啥时候都能用的。用人这点挺不礼貌啊，挺不好意思的。这么一说，没少闷呢。这你不得吃两顿吗？嗯。我就搞首饰，我那饭就大肉母，人徐龙石整的尊，还没有他厉害呢。哎，这样正好吗？啊，嗯，我就用勺子试，不用勺，我就用手，就用手。嗯，开火，这是煮粥，这是煮饭，嗯，摁一下煮饭，嗯，完这有口感，看见了吗？嗯，圆点的。硬点的，正常的，糊嘎巴的，要啥样的？那要远一点的啊，远一点，就这个就，稍远。嗯。开始。这些都得搅了，是不是？不少。都来了。行，来了吧。哎，这么的。哎，这个是盖儿。盖上。嗯。这个往这一摁，咔嚓！哎呀妈呀！这我爸会整。这玩意儿还啥不会整呢？大档小档，就是这样的。你说一个大一个小，啊，大档小档啊，你这就小档，啊，大档，啊，小档，大档，好了。掏出来！哎呀，别嘎着手吧，你这个，这是玩心的，心的特快。这快太好了，快不比慢强。我这个，好，这又不少啊，
这样我来两个不带辣椒的，哎呀，你不带肉的。光吃肉过吗？你不带辣椒，不带辣椒我整不匀，不带肉的还能整。嗯，油焖尖椒不带辣椒怎么吃？你整个心没底。哎，你看这玩意可好吃了，大油的。你那包搁外头呢，下回不用拿回来吧？不用。打不打水呀、啊？搁点葱花，来个鸡蛋，搁一批鲜，少来点。哎呀，这叫干多了，操！行啊，没事，黑点白点的。花椒粉。胡椒粉。白胡椒。来点盐。少来点淀粉。我搅了看，看干不干了。嗯、包点水啊。这玩意不能搁多少水。搁水了稀了不行的话，那就脱了。来点姜汁的。红留的，留的那下回蘸酱吃。不不辣，你信你待会你吃一个试试。我没吃过，那一点都不辣。尖椒酿肉，嗯，油焖尖椒。油焖尖椒是你妈吃那种不高油的，叫油焖尖椒。蘸点粉面子，对，放上口。这些炸过万回没有？那油都使好几回。把这个完了。啊。锅都得消。得了。哎，这回炸的好吧？嗯。行，要。啊。老好了。香溜。那太好了。这个好炸，这没有用馅儿。这咋的？哈，不用太狠。不太狠，那烧鱼你能吃吗？五心儿的，炸的是气儿，是不是吧？气儿。哥。哎呀，好。哎，这勺也是醋罐。啊。这挺好啊。真好啊，好吃。那这勺你看，就是咱买的是个尖底儿。啊，对，尖底儿。嗯，尖底儿也行，这勺挺好吃，我挺喜欢的。但是圆底儿就好了。啊。那也叫啊。尖椒下锅。下锅。不少啊，来点水，来点水，来点盐儿，必须来点盐。好，哎，少带点芡，许淀粉。妈呀，哎呀，丰盛啊。来个大饭勺，好，来点醋，看，关火，那这家伙这肉透红了，哎，太好了吧，这摆盘老美了，看，香喷喷的虎皮尖椒，哎，给我妈，你擦啥呀？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你快坐着去了，行。我妈来找饭来了，嗯、怎么样，我们的？那你行。哎，野摊没有？嗯。哎，挺好，挺好的。是啊。今天菜不少啊。嗯。那个哈喽，我是胖妞。虎皮尖椒是不是、啊？鸭肉、青菜、花生米儿。开饭呢、嗯、我妈这不是个那个夹个豆儿不开不敢开饭不往嘴里高呢这不都是带骨的、啊、没有啊、嗯、搁里头呢搁里头呢啊要我说我爸为啥说翻大翻勺呢给他底下压下去了是不是那意思你说这是别的啊那我不知道顶着那是骨的我还寻思都一样你翻啥勺啊也没有肉丝儿
那必须得大排档，那不是都一样。嗯，来个大的呀，那个小。啊、你们来个幼的吧，给你。嗯，不不来幼的呢。你摸不开耶。你妈吃人家练，练那个糊都吃。看，嗯。回来要是糊，我回回路他留我。那玩意有啥吃的？这不带皮儿的，一会儿还真得吃点饭。可辣了是不是？有点辣。今天炸的挺。嗯，清清，有点辣才好呢。你这小油子掰的好。我妈蘸点那个叫啥玩意？你讲话叫力所能及的。嗯。等以后菜又长出来，你做那嘎哪有这么多有剪的，剪点菜啥的，整蘸酱，那活行吗？哎呀，你好，我啥都能干，就这两天，是不是？你让你说完，你还晚了呢。嗯，这饺子好，一股子肉馅。这吃的贵呀、啊！你的肉挺好，一点筋没有。我买东西，我跟你说呢，那超市卖肉都认识我。嗯，里头有个辣椒，可不少啊。行，里头有个辣椒，来，再来一个，来一个，你来一个吧。这辣椒你要不辣，我真不好吃啊。嗯。得会有这油的，不是，你爸是买的辣椒好没辣？嗯，炸的不狠，今天油焖的，必须得碰着青菜嘛。不是我买的这辣，就是品种好，先跟那个老妹说的，先上屋里先求去。我们俩去晚了，人家都干啥了？都正着，就是买菜什么，一到晚上都不好。我那天到你三姨家，他们合伙就做一个这个菜。他们吃过，那海洋老愿意吃的，说这个菜。我那姨没吃过这个。他们隔农村隔人家谁能做的？嗯，那饭店还不要这个。嗯，对，说上啥时候还能去呢？哎呀，你去给上回给他们做点。嗯，上回回去没去上。我在那待一个礼拜，这家连钓鱼带捕的，哎呦，可过瘾了。跟你三姨我俩钓鱼我俩，那能钓吗？你就三姨跟我二姨双胞胎，年轻时候长得像，但是到老了现在不像了、啊。到老了，这人他就有胖有瘦。嗯嗯，他就不一样了呗。我三姨胖，我二姨是瘦。嗯，你三姨他们家当院，他们人专门吃辣椒。养一当院鸡，就是那三黄鸡。哪是三黄鸡？不是啥鸡呀、啊？啥鸡？啥鸡不是三黄鸡？用着吃就杀一个。哎呀妈！真的，我说去那鸡就是挺大的，你看秋天采蘑菇了吗？都五斤多沉，六斤。咱们去好像杀三四个吧。嗯，大红的六十。那能杀大个儿。六七十个，那、哦、不少呢。那不跟你二姨我们几个去的吗？要是我爸还人去呢，还惦记养鸡呢。没有，人就是上楼了，没鸡了。他们天天去钓鱼去，我跟你二姨俩分在家钓点鲫鱼。海洋能烧火，干点活，高个那个小。你爸炒菜。小虚肉，炒完菜了，收拾碗了，刷刷碗，这一套归我。嗯，我天天刷碗啥的。你三姨和你二姨让他俩唠嗑，哼，都成唠嗑。但是有一个星期挺好。你们这个年纪，再往一起聚的时候，嗯。不容易，嗯，是不是？岁数大走不了，不能走。嗯，这回上楼了，不敢那么住。来个，我来就得来带信儿，
不带馅儿吃的没啥意思。我是不爱带馅儿，那馅儿没了还剩一口。我原来就不愿意吃带馅儿。这辣椒给它煎进，就是不带馅儿，给它包括煎一下子，完了的那什么玩意儿，高少高点那啥给它，就像炒啊，或者是高点豆豉。嗯，也好吃。就是关键这馅儿深啊，这馅儿也没烂，这不发。这馅儿相当，你说明这肉焦的好，嗯，是不是？那是，嗯，那极其挺给力。来吧，敬一个，敬机器一个。粥呢？粥呗。嗯。哎呦，还有一口。吃完了？没有啊。啊。你拿啤酒去，你不得拿点啤酒。还没吃完，你还没喝啤酒呢，还能吃完？那还饭呢？我寻思吃完饭了。今天我说买一个那个啥，后来我爸寻思寻思没买。没有吧？没有。啥玩意？大招。大招。你太难了。还有点那啥呢？还有一箱黑啤，给那黑啤也喝了。给你搁上水手上摘点这辣椒，这辣椒产量非常高。这一个炒椒摘个嘎巴。炒椒啊？炒椒摘个嘎巴呀？有事卖你那好，你站长说那个，那本地辣椒。辣妹子。就这个辣椒籽儿。可辣可辣的那个。那两颗那行啊，种了两垄。哎呀妈！赔不多少，你们也不吃，就能玩。你就是自己种辣椒。你不懂，为啥我说种两垄的？这个东西它都得开花，开花得授粉，不授粉它不做牛。啥开花？辣椒嘛，辣椒还开花呢。辣椒茄不都得开花？不开花吧，你啥玩意都得开花。一垄都不行，一颗都不行，它不结、啊嗯，你都得授粉。你种啥东西都是得面大。那都不知道，自己种辣椒你老不老就往下摘就吃，它不咋辣下就开吃，等你辣是不是就吃不了了？行不行？我那是越老越辣呀。那可不，那姜还是老的辣。那你看说了吧，你我给家的时候就小孩的辣椒是烧烧，那啥都是大同小异，那辣椒也是老的辣呀。那不争的，嗯，长大了我就不能吃了。它跟它长大的嫩疮那个不咋辣。你就包括种柿子，你也不能说种一颗两颗，你得种四颗五颗是挨的，到时候它开花时候它有花粉，花粉互相授粉，就苞米啥都是，授粉它能结能长大。到掐尖的时候，你像是柿子的。或者是你像窝窝的饺子都得掐尖，得打腕子。掐尖，不是说随便种了就不管了，那白费。辣椒不掐尖。嗯。我爸说话的。辣椒一个劲儿啥？我爸说话吧，套路最深，那白费，谁白费？他说话就老不早就往里套。挺远挺远的套套套，终于就把你套进去了。不是套啥呢？套呢？是意思人家种的不好。比如说他想要要酒，哎，这点菜，正是喝啤酒的菜。我这点快没了。完了，你怕你忘了？你有时候想起来了，要不这一会怕你老不提这茬，他就该那套了。哎呀妈，我还不知道他。那不是套，那怎么套？那一喝没了就喝没了呗。喝没了不得提醒啊，不留得拿呀。喝没了还提醒啥呢？喝没了，喝没了上酒没了，这白酒他该着急了。那着啥急？该提醒了。那不是提醒人家，人家时间长吃饭，人家够心都记得呢。有几个像你那事，谁啥事情够提醒啊？我这人心目当中都有数。这边一扬脖，那边马上就拿酒。那一瞅你这白酒没了，那你还不明白啥意思？来吧，慢慢喝，让总监休息。酱子酱子，干杯！干杯！干杯！哎呀，喝了半缸水，半缸水，吃挺好。那个吃挺好，非常不错。完了之后试用的产品的，我妈讲话整挺好。
那个感谢啊，感谢大家，这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完之后也感谢人品牌方，嗯，瞧不起咱是不是？嗯，必须感谢啊，感谢感谢。哎呀，我这一样样东西，我就知道它是好包鞋，因为我这鞋费大勺了，别的不懂，我就是对这崔玉上我是非常敏感性最强的。但是你心事上你不知道，心事上不知道我也会使。对，你就是说。你是说作为一个老的消费者，老的使用者吧，得说是，但是他买的少，基本上都是眼镜，都是使用者啊。买的少，我也会使这玩意儿，拿回来基本上教过我就会使，但是不教不会。完了之后，那个我们也是让平台给那个我们联系一下，没想到人家还真来了，是不是？嗯。那个感谢感谢支持，嗯，谢谢啊，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